法国快报周刊网站6月16日刊登题为《拜登参加竞选，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选择》的文章，作者是阿克塞尔·于尔登。文章摘编如下：美国总统大选实际上将从6月27日真正开启，当天特朗普和拜登将在亚特兰大进行电视辩论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总部就设在这里，对于两位候选人来说，口头辩论将是对思维是否敏捷和精力是否足够的一次测试。民主党方面在祈祷好运，以让拜登能在辩论中胜出，因为最近他有一些衰老迹象，尤其是分不清方向。近日华尔街日报发文称，总统出现了体弱迹象。该报收集了拜登在白宫的45个身边人的证言，结论是拜登的状况时好时坏，有时他说话的声音很小，别人根本听不到。在开会时他会宣读文件，但是在语句之间会有长时间停顿，还有的时候他会闭上眼睛很长时间，让顾问们怀疑他是不是睡着了。这篇报道掀起了轩然大波，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年老总统的年龄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。目前有 86% 的美国人认为拜登连任确实岁数太大了。民调人员怀特·阿尔斯解释说，在这个无解的问题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，就是副总统卡马拉·哈里斯的存在。美国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他能在必须替代总统的时候胜任，这两个问题是拜登处于弱势的原因。尽管其推出了相对积极的经济计划，却也难以在民调中涨分。保守派分析师希瑟·唐纳德说，他是美国现代史上接受采访和参加新闻发布会最少的总统，这也因为他露面越多，白宫就越难澄清他没有任何问题。总统问题专家、历史学家芭芭拉·佩里承认，我们经常提到总统的健康问题，拜登的演讲很好，但是不能超过20分钟，如果超时后他就会显露疲态，也会再次出现结巴。拜登要面对日常的政治压力，以及儿子亨特因非法持枪而被判刑的个人烦恼，拜登会认输吗？没有多少评论人士这么想，但是这一幕却仍然是有可能的。按照以前的做法，民主党八月中旬要在芝加哥召开大会，在大会三天的商谈后，代表们会选出竞选总统的正式人选。如果民主党大会召开之际拜登不参选，就会面临一些民主党州长们的竞争。虽然不希望拜登出现身体健康方面的麻烦，但还是有些人乐于看到拜登在与特朗普辩论时暴露身体的衰弱，从而出现让其被替代的场景。